可以吗？这边非常好，可以啊。走，咱们进现场。磊哥，是这个吗？哎，是这个磊哥。对，你把这个往下降，降一弦，降一弦。对对对。哎，这好听啊！你怎么玩我的琴啊？你自己弄一把不就完了吗？哎，我还真弄了一把，一会儿就送过来。哎，你拿，你拿过来。开始啊。天地有多远，这世界到底有多大，只有你在的那个地方才是我的家。还记得有一天你对我说，有没有一首歌曾为你唱过，其实你在我的每一个音符中生活。还记得有一天你对说，有没有一首歌曾为你唱过，其实你在我的每一个音符中生活。你说你是一个不太爱说话的人。